吃一个啊！哇！出来了，兄弟们，出来了！咱浇上料汁。哇！一整个大蟹钳子，熟着了，看看，来，我们把它拼好啊，看怎么样，兄弟们？啊，这么大一个大蟹钳子，说实话，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是见到最大的就是它了啊，所以我决定准备把它拿到家里去摆着，怎么样？但不过今天晚上我们好像一直吃的都是海鲜，那个服务员，你给我上盘牛肉过来。好的，白总。哎，好的，哎，谢谢。你好，白总，这是我们的新款原切。